对于相声来说，捧逗之间总是互相成就，彼此搭档磨合，台上需要的就是默契无间。本次限定营业中的考验就是你们几组搭档之间的默契程度。今天每一轮默契测试获胜的队伍都可以在桌前的惩罚道具中自行选择惩罚道具，对其他两组进行惩罚，最后累积获胜最少的两个组将受到终极惩罚。就没有奖励，全是惩罚呀。第一轮默契问答，三组依次轮流回答节目组提出的问题，哪组答案相同最多即为获胜。答题过程中两人不可以相互提醒交流。是写下来吗？那我提笔忘字怎么办呀？我拼音啊，那就全程拼音了啊。您可以写英文歌，我这叫英文作答好吧。完了都笑话了，这我都。第一个问题，九龙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哎呦没有。什么呀，他最大的缺点。三二，我感觉我要输。最大的缺点啊，玲珑亮题板。这我觉得这可以算一样了吧。什么呀？你写的什么呀？我写的脾气暴，他写的爱生气。这不一样了。这怎么不一样了？你跟我们写的不一样。我都说我写拼音了。我这个师哥写的什么呀？郭发。他没他这么多缺点。跟炳哥换一碳素笔写不下了。我还能翻篇呢。反正一本学可以了，我觉得这没问题吧。我们俩这个脾气不好不才容易爱生气吗？对不对？差不多。大南你脾气不好吗？我脾气不老好的。你坐着别动，你过来过来。主要是跟你熟了，因为你老喂他。我是狗啊。提问，烧麦的出生日期。哎呦，三二哟，亮题板。坏了，我知道是七月份，那七月多少？二号了。不是二，我想写七月二十几。很近了已经。近管什么用？七月多少？七月多少号？六号。是六号吗？饼哥那是准确答案吗？饼哥那也不一定对呀、啊。那万一饼哥记错了怎么办呀？这是不能，那回不去家了，因为我们家有一密码门是这个。那下一个问题写您家庭住址，您给换一密码门不得了吗？您再换一个，嫂子都进不去了。丙四不得分，田华准备好了吗？九华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九华最喜欢的颜色，我都不知道。他得先想想。他也得先想想，这个连蒙都蒙得上来，这个真是。亮题吧。嗯。田华加一分。九零的体重是多少？要精确到个位数。是出生的时候吗？记住了，我是8斤4两。我写完了，整的。来，亮题吧。真捧我。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有误差吧？黄金还有误差呢。玲珑不得分，准备好了。用一个词形容四哥的相声特点。不是得一块儿公布啊？我这也没看见呢。来，四哥亮题吧。四加一分。哎，你写的这嘿。行，这是想一块儿去了。这他写的是女子。老秦的腰围是多少？精确到个位数。这个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腰围多少。行吗？高了。行吗？行吗？来，三二一，亮题吧。一圈儿。你那是什么呀？1.7。它是圆儿，它这是圆儿啊。对，你写是不是圆儿啊？对，我们这一圈儿啊，这对。田华不得分，都
都这么牵强了还不得分吗？九龙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也不知道我写什么，太多了，这个太多了，本不够厚啊，这本太多了。你们换个问题吧行不行？这不好回答，这压根想让我们输啊，这个我喜欢这个瘦高挑的、哎哎、一看饼哥现在开始哄孩子了，捡笔画越来越好。我就特爱这个灯你知道吗？我特爱这灯。你们觉得柠檬组合中谁更火？行，写吧。又完了，这是个内讧的题，这是一个学来了，来三二一，亮出来，玲珑不得分。不怎么，你写的什么呀？三九零。对，你觉得你，我觉得我呀，这不一样吗？这算不算有默契啊？都觉得对方不火，这算不算有默契？接受解释不给加分，是不是？那可以不接受，那可以不接受这解释。烧饼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这绝对太简单了。这心理生理都行了，这来三二一亮出来。对，这不可以吗？就是这个名字加一分。贤华觉得德云社里谁长得最帅？开始作答。完了，你完了。这一轮的成绩，玲珑一分，丙四两分，贤华一分，所以是丙四获胜。惩罚内容：获胜的一组选择桌上的惩罚道具，对失败的两组进行惩罚。不能选桌子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撕腿毛呢，对吧？哟，这得审视一下。这不行，这不行。你站这儿，好算价，收视率绝对就上去了。65块钱，你随便占。那不行，我看你这个，我没有个。你们四个人总得有一个上来，你撂给我行。我这不行，长波腿毛不容易。嘎着窝毛不也行吗？人都不都是嘎着窝毛。我选腿毛。这是什么呀？这不行哥，这太疼了，这真不行了，还脑崩呢是吧？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您这正九连吗？你就拿这弹别人去。弹嘎吱窝怎么样？先粘，粘完之后再弹，怎么样？这样听我的啊，我们不动手，你俩自己互搂，怎么样？搂蛇拉倒，咱不得罪人，好不好？我怕你岁数太大了，我怕一闷死你。那不，你打脑袋呀？他正好困了。哎呦，这也挺疼啊。没事。好来，然后剩下半根呢？吃。第二轮背对背猜词，每组两人背对背站立，双手用绑带绑住，一人用语言和动作形容所猜词语，另一个人猜，过程中不可以说出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字，每组限时两分钟，猜对多者获胜。就你比划我来猜吗？对，背对背怎么？那他们俩先来吧。这不得给他抡走啊。计时开始。雏鹰起飞，广播体操。对，回答正确。这个孔云龙，三哥，我让你说他在炸酱面馆服务员。你在有别的措辞吗？门童。哎，对对，回答正确。你可留神啊。骨科大夫，就是抢一种吃的，完了它是一种形容词。什么吃的是这样？形容词。对，完了火锅里边有涮的那个，抢完了换一个词，抢换一个词，炸不是抢，抢呗，抢的意思它代表就是，哎。抢一个那个植物，它是一个形容词了，是一个形容词，俩字儿，还有十秒，你猜还十秒呢？就吃火锅能涮的那个，
大熊猫也吃的那个竹笋，这差不多有一个字儿。完了，那个是那个就是抢的，换一个词。竹什么呀？啊，竹什么干嘛呀？就俩字儿，你还能选错一个，特别让人讨厌这词。对，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形容词，什么笋？悲笋？不是，你有点杯水车薪了这意思。抢了同义词跟笋组词，对，真说说完话以后，你这人什么笋？什么缺德的意思？什么笋？你这有点什么笋？太损了！啊，差不多，再来推损。来，您看看，压哨，推损，压哨，多损！他什么什么损啊？什么损啊？我投了那字你不认识啊？他说推损，我北京人。推损了，我多损，你是不是换字儿了？王九龙玩半天不认识前面那字儿是吧？计时开始。这样。啥样？这样，跪那干嘛吧？磕头。不对，但是是四个字儿的。六下边什么？七。一点毛病没有。四喜财呀，五回首啊，哎，五什么？五体投地。哎，对了，行吧，好，下一个。biu，嘿，奥特曼。哎，这怎么能猜出奥特曼呀？这样就能猜出奥特曼了？对，你不知道吗？biu，别闹，下一题了。练胸的那个，趴地上那个俯卧撑。哎，好了。他们已经仨了，对吗？你倒是四个。不会游泳，旱鸭子。我最怕什么？鸡啊。然后呢？飞机。啊，倒装。第一个字儿，鸡飞蛋打。哎哎，哦，嗨，吓我一跳。叶问，咏春。哎，你这玩意儿倒装都行啊。哈，就，哎啊，先这样，然后再这样，全备胎了。那边哥，您用那边多好啊！先摸耳朵，先摸，出来了这字儿，行，休息了。来，计时开始。哎呀，我没想答题。说话呀，说话啊。就是，哎呦，骡子的父母都有谁呀？驴。哎，另一个呢？马。哎，然后呢？完了。有一个奔驰在马路，这是一个运动。对，谦儿大爷最喜欢的马术。哎，差不离儿，快。跳马？不是，你再说一个几个字吧。俩字儿啊。妹妹喜欢干嘛？骑马。哦，太难了。哟，唱出来。我是不唱，不唱。哎呦，他干啥呢？他。我这脖子，他感受不到，他看不见。这样啊，别动。大华不对，在他那边这是反手。对，他反了。我这边不行啊。哎，这俩不一样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来，双线队员。哎，咱往哪边转？你转过去就完了呗，你管他往哪边转呢？哎，撑圆面细刮开打煎饼。哎，动态，你最好比划一下，你就叫快走哦，摊煎饼，好聪明。哎，别砸我，别砸我，别说我，你平时不都让我们砸你吗？今儿不许砸我。王九龙，就王九龙。王九龙没头发？不，为了没头发干什么了？植发。为了没头，因为没头发。呛呛不行，呛有样儿。
张丰毅、张国荣演的电影叫什么来着？豆子。霸王别姬。哎，这谁跟谁的默契？这是。哎哎，这回可做动作了。这不好来了，往这边看吧，看镜子。我们背对背拥抱。不是，看着看线儿。我就看半拉，你看得见？半拉就够了。我就看见半拉，你知道这干嘛呢吗？微笑。哎，好，好。最后一个字是时间到，玩儿。回眸一笑。现在的情况是，丙四组合和弦华组合是打平的组合。哟，这平了，是不是就我们胜出了？我罚他们了，净捡这漏儿。那我们加赛一轮比。好啊，啊。默契动作大考验，两组搭档需要根据关键词，同时做出对应动作，总共有四个关键词，看哪一组搭档做出的相同的对应动作多，即为胜利。啊，对，来准备，来。代表月亮消灭你。三、二、一。哦，我什么样啊？水冰月啊，代表月亮消灭你。我们惩罚了啊？别还没惩罚呢。他就是这样吗？这手干嘛？这手干嘛？这手掐腰啊，一手掐腰，一手弄脑袋啊！对，小时候没看过是吧？没有，没有。哎，我们怎么说出这事儿来？遇到生气的时候，做什么动作？你过来啊！就这动作。你别着急，你再问两个，马上你就看见了。来，三、二、一。完了，大宝宝。我跟老秦一样，那你跟老秦得一分，不得分啊！行，好，来。遇到让你特别兴奋的事情的时候，你做什么动作？数钱。特别兴奋是什么事儿？三、二、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收工了。行，你俩赢了，你看这我们没有想到了，好吧？啊，到赛点了，又到赛点了。听到一些让你们特别感兴趣的八卦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动作？三、二、一。你们俩不用方向一样，一看就没少八卦。我说这俩人，确实是。你知道从侧面看，俩人都熟一块儿了，这真的是这个反应。说来，丙四得一分。那这一轮又是丙四获胜。得惩罚吗？惩罚这样啊！想想啊，不就这点玩意儿吗？这行。这是什么？我没明白这怎么玩的，四哥。加哪儿啊？耳朵、鼻子、耳朵。来，一人三啊，一人三。哦，就这都得加着。对，然后你一会儿嘟一串给他们四个都拉开就行了。就这我们四个一个惩罚。对，我觉得这样好一点。行吧，也省事儿。来，一人分三。哎，我觉得要别做这惩罚得了。不，你给我脑袋弹碎了，你给我脑袋。把钱呀、啊、哥，不行了。一二耶耶耶！哎呀，我的妈呀！每组一碗火鸡面或火龙果，一人戴着眼罩在后，一人背手在前，三组同时进行，最先吃完的一组获胜。好，行。我们选火鸡面。我们也选火鸡面。我们组肯定火龙果，他爱吃这东西。我不爱吃火鸡面。三，你咱不用图快啊，九龙，咱就慢慢的啊。哎哎，别，你洗手没，曹老师？我感觉你怎么没洗？自己掌握速度啊，看看他们就行。哎，往下点，往下点。别动，别动，这好玩。别动，别动。头往下翘翘，往下耷拉耷拉，对啊。我也不知道你叼上没叼上啊，知道吗？
乖乖。辣辣辣辣。嗯嗯，没了。啊，真生性，这就没了。什么呀？火龙果没了。赢了。再吃你们那个不行，这个。不是，本来我们吃面就慢，你快点吃。我嚼啊。有这色号，咱也不知道哪儿买的。辣辣辣辣！快点快点吃，九零快吃完了。辣辣辣辣！哎呀！来，九华不能带吃。张九龄那个表情，你们看过《天下无贼》吗？哇、哎！我去你的吧！嗯嗯嗯嗯。刚才说让你吃火锅，就来玲珑组合胜利，耶、！优胜卡。恭喜你们成为本期限定营业中最默契的搭档。通过本期的节目，其他两组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有待提高。现在将由你们选择，其中的这个输的人挑战动作指定，其他两组完成。哎，有视频为证，我俩就选就行了，是吧？我们看看、啊，对，你选一个，我选一个。青铜，哎呦，这好。青铜，哎呦，哎呦，哎呦。白银，啊，这行。黄金，这我跟饼哥能来这个。铂金。这好，这好，这好。哎，老秦，咱俩来这个吧。这是给谁薅薅薅头发来？没有，没有，没有，手背后攥着手呢。哦，这样这样，听我的，听我的，咱也别这么复杂了、哎。我们俩也别挑了，你们自己觉得哪能来，不许挑青铜。咱来这。这是什么呀？我特别想知道他怎么上去的呀？不是他，你干嘛你、啊？不是我，我给你坐下。来，你先上，你也得上来，你搂着我，对，对，勾腿勾住了吗？现在这样勾不住。何秀华的脚在空气当中在那勾。对你先现在就得勾。啥用啊？那管是？哎哎，我知道了。何秀华，何秀华，你这多简单，你蹲这儿，你蹲，哎，对，你蹲，嗯，你把腿就这样，不是，我跟你说没明白，蹲着的这个，你蹲下，哎，蹲这个人，他整个人的重心往后，因为这个脚在勾着这，你看见了吗？你看明白，他这脚勾着，是，先蹬着，完了脚上来，哦，我又想出辙来了，撤凳子，对，谁撤谁呀？你坐这儿，我坐这儿，对，你坐这儿，四哥。让四哥撤你，你坐好了，我撤他，你坐好了。现在撤吗？你把住。等会儿再撤。你把住了。先上来，你把你胳膊把住了，把你把住。你看一眼。你把住我胳膊。把住了啊，把。哎、你把腿并上点儿。对对对。然后呢？来，你把腿并，你使劲并腿。再并腿就不行了。来了。扯不了的，你先给他揪起来呀、啊，大华。来来来来来，等会儿，大南你来这个，你别动，你起来。嗯、怎么来？你起来，你来这个。没问题，对，大南跟他没问题。我怎么感觉今天我像一个，还挺紧，还挺紧，还。大南那凳子不好撤，撤了撤了啊！啊，你往下坐，你得坐，你得坐，我坐。哎哎，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你坐你的，坐，我蹲下了，行不行？成功，我同意，我认同。那不行了，成功。我这差不多了，我现在已经跟吃了一碗火鸡面似的。我早上练练腿了，真的。可以了，是这意思吗？可以了。哎，不行，我不能，不行，不行，起来，起来。啊，行，可以，成功。那是怎么来的？那个，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俩人不是搭档啊，对吧？那咱俩来那个，对，咱俩来那个，那个简单的，来吧。怪不好意思的。哎，你们俩在墙角干嘛呢？我正你哪儿呢？你嘎着窝，嘎着窝。好，你憋住乐啊。痒痒。哎呦，我是那犯坏的人吗？来，三，二，一。
行，就这样。我还没数呢，不得五秒吗？可以了吧？可以了，行吗？可以，行，可以。您再不可以，我这动作快学全了。啊，可以，我试试。没戏。应该你们俩换一个能举起来。咱掉一个，蹦。成肩，我一百来斤儿，你我还。哎呀，不是，不费吹灰之力，来，一二三。这老秦怎么在什么游戏都是被蹂躏的角色呢？怎么？听好举，他你让老秦，你让老秦举一大男，你试试老秦。哎，你让大男举你试试，一个手给他弄起来。但是我觉得你俩能顶着房顶，不怕磕脑门吧？不会，我跑开动了。一二走，差一点。四哥，你来一个，我举不了。没，哎呀，他这体格子谁都能举。我是真来被人举啊！我是来小公举，我进去。啊，一二三，我真行，我真那个，要不然不玩一下，不太合适啊！来，一二三，我就来一二走，你撒手，让饼哥定着你，别动。来，四哥，咱们结束了，结束了，走吧，咱撤吧，咱结束了。来，大班，好，咱结束。下班了是吧？